去玩，然后就让我差一点跌了一跤。有吗？我有扶住你呀、啊。可是我就觉得就是差点跌了一跤。你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，我们先录，我们要看一下弟弟怎么敲铁琴。月亮，不要这样，有声音，小声一点。啊，月亮，敲敲敲，你敲得很棒耶，月亮。还是要先摇摇那个敲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请你先别。敲，月亮敲。要先摇一摇再敲就对了。